石头上的你阿父陈伯父二兄出征西域马若下盘不稳与人在马上对决时难免有坠马之危这是我在军中练下盘的最好法子在我看来明日当再加一块石您意下如何还加呀手臂弯子胜所言甚是就得好好练一练是三兄你惯用功手若无力箭便射不准手稳则见准你若想百发百中还需要努力操练呢其实我根本就不想百发百中我今日看过卦象便知今日诸事不吉呀三兄子不语怪力乱神你试试求问神明不如先跟我来你到底要做什么呀家人安康才能诸事吉昌从今日起你的家人可同我一同操练奇妙少少我是女娘我又不用冲锋陷阵再说哪有女娘操练呢我与那些迂腐之人不同我认为天下男女理应一视同仁而且女娘亦有女娘的操练法子女娘又二兄还撑得住吗你跟陈将军一样都是陈家好儿郎李柱看刺刺咋来李柱刺咋来想看桃冠若掉了明日便增练一颗我也要练这些吗我听闻你去年险些害病而亡皆是因为操练不够你放心对你我肯定是最上心的大可不必我是绝对不可能练这些的哼你就是如此对我上心的是啊你练多久我就在这里陪你多久不必你只需告诉我我还需要练多久大约一个时辰吧一个时辰吗心动得很娘娘成家好儿郎
袅袅，你这个郎婿啊，为父真是招架不住，他将为父的靶子都给射劈了，为父用了20年都不曾射劈过，嗨。袅袅，阿紫生平第一次不想做听话的女娘了。阿紫，我的手如今都还抖着，我也当真是没办法。人家成婚是要人，我成婚是要命啊。你成婚要的是我们的命，你还不如一刀给我个痛快呢。不行了。进吧。辛苦各位了，我已经命莲芳去准备冰梅汁了，一会儿就能送来，到时候清热解暑。来了，来了。我，这便是你说的冰梅汁？我不是让你准备冰的吗？为何是滚烫滚烫的？是我吩咐莲房做的。但冰伤身，刚刚操练完，适合热饮，大家趁热喝吧。过了，小声点，外面都是黑甲卫，你不要命了？要怪只能怪袅袅，闲来无事长这般好看做什么？将林不疑招惹了。袅袅，你这郎婿可不比阿瑶好说话呀。如今婚事已成定数，说什么都是无用，又不能退婚。退什么退？退什么退？一个个的蠢货，如此俊俏的郎婿，举着火把也找不到，你们还推三挡四的？阿母，小声点儿，外面都是黑甲卫。你们再吃了几天饱饭，就不知道乡愁好坏了，想退亲，除非你们从阿母的尸首上过去。没退没退，聘礼都搬到你屋里去了，哪个能退啊？阿母只管放心。哎呀，夫人呐，可千万不能声张啊！这门婚事是圣上所赐，如果从府里传出退婚二字，圣上会怪罪大人的。到时候城市别说是鸡飞蛋打呀，连小命都没了。总之，梁子胜，这狼戏我是要定了，你们要退，要闹死你们。阿母放心，这狼戏跑不了。阿母回屋歇息去吧。咱们歇息吧。
苦了，大家辛苦了啊！日后林不宜来咱家，还是你们父子好好招待吧。这些时日事务太多，我身子也有点乏了，管不了了，管不了喽。娘娘，为父想仔细了，以后林不宜再上门，你就自己招待吧。我们长辈齐齐在场，你们也不好说些亲密话啊。好，就此定了，就此定了。阿父英明。英明。留下我一个人吧，娘娘。嗯，堂子觉得论武剑还是你更合适。我也不是很合喝。往日都不见你出门，怎么这要成亲了，倒比往常更自在。从前家里人每个都看着我看书，如今林不宜日日来访，他们躲都来不及，谁还管我？好不容易溜出来，喘口气儿。哦。这多好啊！啊，要成亲就没人管了，那我也想成亲。从前阿母日日管着我，我觉得焦心烦躁。可如今阿母不管我了，我倒觉得这心里面空落落的，好不踏实。你呀，就是成亲前有些焦虑。我前十二个阿姊成亲前，也是像你这样。患得患失的，你以后习惯就好了，不然以后你嫁去林家，还要陪嫁个阿母去不成？如今阿母不管我了，可林不宜要管我呀。我以前觉得阿母的管束令人望人生畏，如今与这个林不宜相比，简直就是不值一提。你怎么提起他就咬牙切齿的？操脸气色，那你想想，他让我们府中上下一同操练骑射。那你是该多练。瞧你那病殃殃、有气无力的模样，我这是睡眠不足、身体不好所致的。我真是不明白，别人躺着不好，为何要练骑射？为何？从前阿瑶才不会管我，不会让我做不喜欢之事，也不会管我吃什么喝什么。哪像这林不宜，过午不食，
连物不食，食多了还不能食，他不如饿死我算了。来，再喝。谁爱被管，谁得管去吧。反正我不想。他还喜欢讲故事，恐吓我，吓唬我。他说，若是我不嫁他，就会杀了我全家。他以为我没听懂，我都听懂了。林不疑，可恶至极。还是安阳好，还会陪我喝酒。啊，我也能陪你喝。来来来，喝，喝。为何盯着我看？因为你奇怪我才看。你说，这林不疑做了这么多事，喜欢的人自然喜欢，这不喜欢的人怎么都不喜欢。那你？喜欢不喜欢？喜欢不喜欢？喜欢是什么滋味？你呀，就把那眼睛闭上，想着谁看到谁，那便是谁。闭上眼。喜欢。不喜欢。喜欢。这下子我看到林不疑了，他好像坐在这儿。嗨，林不疑。家子，你说我若是看到了林不疑，那说明林不疑又没了。准备，林将军，我敬重你文人刚直，怎可趁人之危呢？林将军，为何行为如此不羁？你们呀，一看便知是趁人之危，行为不羁呢，是我们袅袅啊。你看，在下并非只带回少商一人，万家娘子也在马车之内。啊？什么？七七也醉了？丢人丢一双，不若这样，林将军先将袅袅教化于我，待他酒醒之后啊，恐怕不行。啊，少商与林将军虽已定亲，但终究还未曾成婚，还请林将军放手，将他交与他阿父，待他归家。哎，陈夫人，并非在下不放手。陈夫人，您看。哎呦，陈夫人，那在下先送少商回屋了。那就劳烦林将军送袅袅回屋。和林房，你跟着一起进去帮忙。是。多谢陈夫人体恤。告辞。
自己的女儿如此不懂事，又能耐得了何人？我乏了。将军，你别忘了去帮宋儿送琪琪回万家。这臭小子还未从车中出来，该不是也被人搂着不放吧？你个疯小娘，再不松开，我就将你绑了送还万伯父，让万老夫人治你。你以为我怕我阿父和大母不成？我万实在怕不死你。打起来了！晚七七，我要断子绝孙了，你要陪我，不准再闹了，不然看我们治你！哎呦，你还制服我呀？我万十三那白家军里边同志同志了啊！如今这些小女娘啊，个个凶悍呀。还是我家夫人温柔善良，贤惠淑德，天下难寻啊！你们俩快去备些伤药。是。再去备些醒酒汤。是。是。踹人啊你！你还要名声吗？你再喊，我就就什么救你？来呀！来呀！你说，是林不疑扛我回来的。宁公子，您日后还是莫要饮酒了。昨儿林将军哄了你一整晚呢。快走。哎，慢点。走，快，赶紧走。醒酒汤。先喝了吧。你是不是怪罪我平日拦着你喝酒，所以干脆一次喝个痛快？这是我命宫中医官配以珍贵药材做的桃花酿，入口醇香，也不容易喝醉。你以后若是馋酒，就喝这个吧。我不是要拦着你去做喜欢的事，我只是不希望你弄坏了自己的身子。这酒不好，比起桃花酿，我更喜欢千里醉。你若是不喜欢那味道，我可以命孙医官再改。还是你觉得不合适的不是这酒，而是我。你内心抗拒与我成婚，所以只要是跟我有关的事物你都反感，哪怕内心欢喜也要强忍着拒绝，是吗？少商，我已经在改变了，你为何还要排斥我呢？我们本就不是一路人，林将军权势滔天，而我一无所有。你并非一无所有，我也并非万事不缺。少商，你有你的阿父阿母阿兄，这个家里所有人都真心待你，我不曾拥有这些。你我并非是同路人，就算我有亲人又如何？这是我的家，
不是你的家，这是我的家人，不是你的家人。确实，这家是你的，家人也是你的。我自幼在军中历练，习惯军令如山，行动多为下达和执行。少商，我不是想强迫你或者掌控你，我只是还没有习惯凡事都与人商议。这么些年来，我从未真正有过家人，更不知如何跟家人相处，所以我更想学会融入。你说我不懂你，以权势压迫你，我只是想让你和你的家人知道，我也是个寻常人。我林子胜也是想和你过寻常日子。可你对我的生活来讲只有压迫。我不需要桃花酿，也不需要你如此关照我和我的家人。你说你和寻常人一般，可你本就不是寻常人。你我最开始就不平等，你求圣上赐婚，从未与我商量，你都没有问过我一句是否心悦于你，自作主张，何来尊重？林将军，我当真要被你这种关爱压得喘不过气来了。那我问你，心悦我否？与是否心悦无关，是你不能。所以你从未喜欢过我。若你口中的喜欢，就是要处处顺从你，被你约束，被你干涉，被你的人每天监视着，做什么、吃什么、干什么都要由你安排，每天天不亮就要被你拉去受苦，全家人因为你而不得安宁。对不起，林不疑，你这样的喜欢我当真是承受不住，而且我陈少商永远不会喜欢这样的生活。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没有你的生活。再争不过，请林将军离开我的家，离开我的生活，也离开我。我们两相决绝，各自珍重。我走，放你自由。公子，你都坐了一早上了，要不用点早膳吧？我不饿。怎么可能不饿？你昨夜吃的东西全都吐干净了，如今腹内一定空空。嗯，我昨日还吐了。可不是嘛，林将军帮着收拾了一夜呢。公子，你不知道昨夜莲芳有多担心。你昨夜又是哭又是笑，又打又踹，还逮谁咬谁。除了林将军，怕是没人能受得住。我都担心林将军一怒之下把你给砍了。可
可没想到他愣是陪了一宿。他一宿都没睡，哪能睡得着啊？你闹成那般。不过，你倒在林将军身上，倒是睡得挺香的。女公子，你去哪儿？我去找阿母。这鞋是谁的？林将军说，怕你又吃足贪凉，特意猎来巨蟒做的这双蛇皮履，不会闷热，又不会太凉，说四季都能穿。娘娘，你可愿听为父一言啊？这事林不疑没有错，为父也见过几次你们相处啊，你二人言笑晏晏，相谈甚欢，谁也不是瞎子，就算不是男女之情，仰慕总是有的。你说的人家心头火热，然后人家向为父提了亲，我也答应了。婚约继承，林不疑究竟何错之有啊？我没说他有错，我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想要的，这世上人人都想照自己的心意行事，可是又有几人能办得到呢？为父托大一句，怕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圣上也有无能为力之时。娘娘，你觉得就算你不嫁给林不疑，你就能过上你自己想要的日子吗？我觉得他不会为难我。你这么笃定他不会为难你，仗的是什么？不就是仗着林不疑喜欢你，恃宠而骄吗？你既然都答应了这门婚事，如今又踌躇，这并非君子所为啊。袅袅啊，我与你阿母啊，并非贪恋功名富贵之人，其实之初，本是想守着乡间平安，保家小文族。这二十余载，我们活力学里拼杀，没有身死家灭，还混出些名堂，也算知足了。大不了这官不做了，咱们回乡间做田守翁去。啊，这女子嫁人自古就便如新生，一步错是终身错，富贵权势与你的终身幸福相比，不算什么。娘娘，若你真心不愿意和林不疑在一起，我与你阿父就算是撇下这一身官职不要了，也一定会保你去推掉这门亲事。当下你跟阿母说一句真心话，你当真不喜欢林不疑，当真不想与他在一起？这世上本就没有完美之人，就连你喜欢的郎婿也不一定能全部符合你心意，就连我与你阿父也是在磨合当中才做成了圆满夫妻。这一世若能嫁你动心之人，何其难得。阿母希望你想清楚再做决定。无论你如何选，阿父阿母都支持你。
你这么笃定，他不会为难你。仗的是什么？不就是仗着林不疑喜欢你，恃宠而骄吗？你既然都答应了这门婚事，如今又踌躇，这并非君子所为啊。林将军说，怕你又吃足贪凉，特意猎来巨蟒做的这双蛇皮履，不会闷热，又不会太凉，说四季都能穿。我这个人就爱随心所欲，但我日后若是嫁于你，就得按照你的规矩活下去。那时，我将不再是陈少商。你说我不懂你，以权势压迫你，我只是想让你和你的家人知道，我也是个寻常人。我林子尚也是想和你过寻常日子，可你对我的生活来讲只有压迫。我当真要被你这种关爱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我自幼在军中历练，习惯军令如山，行动多为下达和执行。少商，我不是想强迫你或者掌控你，我只是还没有习惯凡事都与人商议。我特调来一队亲卫，每日查探府中出入，确保诸位的安全。刚刚操练完，适合热饮，不如子胜给大家讲一件趣事吧。这么些年来，我从未真正有过家人，更不知如何跟家人相处，所以我更想学会融入。我已经在改变了，你为何还要排斥我呢？你说这林不疑做了这么多事，喜欢的人自然喜欢，这不喜欢的人怎么都不喜欢。那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世上本就没有完美之人，就连你喜欢的郎婿也不一定能全部符合你心意。杀！就连我与你阿父也是在磨合当中才做成了圆满夫妻。这一世若能嫁你动心之人，何其难得。当下，你跟阿母说一句真心话，你当真不喜欢林不疑，当真不想与他在一起？就是倾慕你许久，但你却对我毫无兴趣的十一郎。太晚了，睡前进食过多容易积食。程娘子窃听军机，去了廷尉府也做不了行巡官，只能做亲烦。什么窃听军机？林将军，你莫要胡说。林不疑，除非……哈，关于我定亲一事，还有何事要议？一并问完，
别再为难我家幸福。别动，抓紧我。疼吗？你手疼吗？那就好。林将军，我自己。你坐好。林将军说的甚有道理，天有道，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圣上总说我活得没有人烟气，像一缕游魂，但我与你一起时最有人烟气。少商或许不是所有人心中的乖巧女娘，但在我的心里，她就是这全都城、全天下最好、最好的女娘。她天真果敢，敢爱敢恨，是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此胜此杀，非他不娶。我决定了，我嫁。